Hello， 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好，我们上一集呢，就是调查一些那个一些支线啊。好，我们这一次要直接挑战这个落雁国第一域的挑战。应该是 OK， 直接点这个任务更新。地狱的考验的谜题，四方脑袋边边嘴，腰里一个眼，眼里一条腿。地狱的考验什么意思啊？哦，就是那些腿，他吗？砍他两刀，也是这很白痴哎。有皮无毛，有骨无肉，摇摇摆摆，风头粗足。就每个人都点一下不就好了？就是那些都打问号的人啊。不是打问号，就是没有跟我们讲话的那些人。一直被眼睛挖掉。身在树上，落在肩上，干活躺下，休息靠墙。我觉得有些提示的不太好。没了吗？我记得还有一个人啊。这是我想玩这个。最聪明，在你方才接触的人里面，有一个就是第一狱主，你能猜到是谁吗？毒功能散去敌人的内力，有一只眼睛是看不到。内力深厚，就是那个家伙。那个家伙是谁啊？花椒后期西方，就是一开始书生吧，因为就有书生最可疑啊。看来被你发现了。没错，我便是此域狱主，人称笑口常开何常开。哇，说变就变啊！大叔，你这把戏挺厉害的，好玩。不过你是怎么认出我的？不是歪打正着吧？首先是关于外面担任谜题的那三个人与四道题目。四道题目纸刻意用了不同的纸张，这是为了外面那三人手接提纸时都会先刻意摸一下，这仿佛是要让他们能够透过触摸确认收到的提纸是否正确。
再加上他们的动作规律且重复，但对我们又视若无物，所以我猜他们应该全都瞎了。所以这第一狱主瞎了一只眼，是想让我们找。正确。再来呢，那最后一题上刻意用了方才接触的人，这表示有嫌疑的人是没错没错，遇到聪明人感觉真好。那相信你在最后一个提示上察觉到什么了吗？指的是第一道题上没有标明题号这件事吗？哈，你果然察觉到了。前辈当时特意告诉我，你连第一题都解不开，但此题并非题号，你应无从得知是否有后续题目，又或许这考验只有一题，也就是说，你先吐槽一下，你第一题真的卡很久，你连第一题都还没开始解，你不该知道桥上的题目只是第一题。只有第一题特意不标注题号，又特地说出自己连第一题都解不开，这便是你刻意留下自己就是狱主的提示吧？完美，满分，真是等死我了。我正担心你要是跟其他傻蛋一样解不出来的话，那我该怎么跟梁大侠的弟子较量较量呢？前辈，那与家师结识之事，识得识得。若不是梁大侠，我失去的就不仅是这只眼了。只是没想到，多年后再见到不是梁大侠，而是他的徒弟。这真是太有趣了。这第一狱主怎么跟阎乐一个样，疯疯癫癫的？哼，你是怎么把那三人变成木头人似的？教教我嘛！你也有兴趣啊？当然，这么好玩的事怎么能错过呢？那三个木头人可是花了我好大的功夫，为了让他们当好木头人，我先废了他们的双眼，再教他们规矩，之后时不时装成路人去逗弄他们三个，他们若是做出规定外的动作或是多嘴的话，就是不听话，不听话的玩具就是要受到惩罚，所以那三个木头人才变得跟真的木头人一样。啊，这么麻烦，这样一点也不有趣。唉，那三个人真是可怜。前辈，谜题被我解开了，相信其他人也会看出端倪，那前辈所设下的谜题不就没意思了？你说的好像没错，嘿嘿，反正我也腻了，那三个木头人就送你吧，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。你来这儿是想要通往第二狱的令牌吧？嘿嘿，来吧，只要打赢我，我就给你往第二狱的令牌。嘿，你比想象中的更有趣，让我看看你还有什么料。你先担心你自己吧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嘿嘿，你认真了？没闪过。嘿嘿嘿嘿，最强拳法。大哥哥，不要输啊！放心吧，我可不会败在这种地方。留一点给你玩啊！可恶，没闪过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我觉得很强哎，他这么强。可恶，好痛哦！没闪过。哎呀，太大意了。无敌！太大意，认真了。大哥哥，不要输啊！放心吧，我可不会败在这种地方。他那招太夸张了啦！这么好玩的事，我也要玩。有机可乘。无极剑气，无坚不摧。瞧你破绽百出的，认真了。
痛。太大意了！大哥哥，不要输啊！放心吧，我可不会败在这种地方。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太大意了！为什么打不到他？长枪万箭穿心的滋味了，扔了。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。太强了！放心吧，我可不会败在这种地方。留一点给我玩嘛。我去，没闪过，这么强，太大意。我弄刀法好了，刀法应该打雷。可是我发现重新开始了，好吧，没关系。你比想象中的更有力量，让我看看你还有什么料。你先担心你自己吧，我可不会手下留情。痛！可恶，没闪过。无极！大哥哥，不要输啊！放心吧，我可不会败在这种地方。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你认真了？不，你也能打一场。你认真了？哇，这样也可以打到我。哼，你认真了？无敌，太大意了。不太好用哎。大哥哥，不要输啊！放心吧，我可不会败在这种地方。这么好玩的事，我也要玩。可恶，没闪过。可恶，没闪过。可恶，没闪过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大哥哥，不要输了。放心吧，我可不会败在这种。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一下就晕了。我重打，太大！好，重新挑战一次，说不定这次打不赢。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瞧你过这门！放马过来吧，这是我的力。你认真了？大哥哥，不要输啊！放心吧，我可不会败在这种地方。留一点给我玩嘛！哦呦！可恶，没闪过！可恶，没闪过！有机可乘！你认真了？偷袭人家！瞧你过这摆布吧！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厉害。大哥哥，不要输啊！放心吧，我可不会败在这种地方。这么好玩的事，我也要玩。你认真了？接招吧，放马过来。可恶，为什么他都不会晕啊？过。可恶！大哥哥，不要输啊！放心吧，我可不会败在这种地方。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。躲远一点，危险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有机可乘。你认真了？不然呢？大哥哥，不要输啊！放心吧，
我可不会败在这种地方。有一点给我玩吗？你扔了，你扔了，可以。不想要动着的话，就旁边溜达去。趁现在。你认真了，让我来试试。大哥哥，不要输啊！放心吧，我可不会败在这里。啊，快跑快跑快跑！我也要玩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你认真了，有机可乘。大哥哥，不要输啊！放心吧，我可不会败在这种地方。这么好玩的事，我也要玩。接招吧！你认真了。差一点。好，我们再一次，我们这边快转了。好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我打赢他了哦。可恶！我玩过头了。啊，赢了，终于，超难打的。没想到竟然败给你了。这次很尽兴，令牌给你。我得休息一阵子，想新谜题了。大哥哥实力确实不容小觑，接下来应该会有更艰难的挑战，可得多当心了。咦，这里怎么会有一本书？莫非是第一狱主落下的？哦，这是寻常的《论语》抄本吗？这字迹还真潦草。第一狱主带着这本书做什么？拿到通关的玩具了，我们快去下一域玩。这书先留着吧，或许之后用得到。先前往下一域吧。萌萌的真好玩。木贵金锁平衡之谜，两端皆虎，极达平衡。木贵上手的物品吧。密牌任务，什么东西啊？什么时候这个东西？这是新的吗？哎，可是我在攻略上面看到这个，哎，哇，我找到了一个新的吗？熟视之人，可是我哪知道他们熟视之人是谁啊？先逛一下。哦，外面好吵哦。放什么上去啊？我放错。
光。你会来到此处，必是我识破我在令牌上留下的讯息。能看到这段文字，更证明智慧过人，或许能解开我在各域布下机关。到那时，你便能了解我的用意。但在那之前，我有些事情要让你知晓。一切都要从以下之事开始说起。汉某年3月，大小姐年方18，江湖闯荡已2年。2年前，政权兴替之乱中，大小姐一家惨遭灭门。千钧一发之际，大小姐服下祖传禁药，只受金丹，以虎探刀及杀退敌人。身向仆人的我，那金丹虽然激发武学潜能，副作用却不容小觑。据大小姐所说，她体内失实，戾气沸腾，若不诉诸武力发泄，便心痒难耐，不能自己。为解缓体内戾气，四处消息争端，也只有一次挑战长者，直到获胜。不能多久，江湖中狂虎之名便不胫而走。大小姐她生死一线，先靠金丹捡回一命，却也陷入诅咒。白虎卷。感觉是就是在说那个啊，那个谁，火校上官嘛，上官门主嘛，应该是啊。好，那这集先这样了。好，那喜欢我们家频道，左下方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进来留个铃铛，记得打开一下我微信一遍，你就要收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